战场上只有生与死的分野，没有贵与贱的差别。九龙的意志集结于此，徒劳挣扎真是可悲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。随我步入万世寒渊，万世生死淬于寒冰。是你啊，看来暂时一段时间都不用担心会无聊了。81号回到领地，你这个表情是21号身上的气味变了吗？感觉好像浑身都变轻了。你推荐的这训练方式还不错，挺省事的。每份责任都意味着一道枷锁，而这份责任只有我能承担。